啊，现在腾势展台旁边就是腾势 Z9， 这台车说实话是目前腾势研制最高的车，人有点多啊，简单看一下。整台车目前可公布的信息不多，腾势 Z9 目前来说的话，最主要的就是动力会有自己的 E3 方组的三电机，个人预计可能会比仰望 U8 的四电机不一样啊。但它这个三电机怎么分布，到底是 P134 还是有一个前桥单电机后桥双电机的这样一个布局啊，我们等着技术解读的揭秘。那么整车外观颜值大家看，确实这个车身侧面的造型我觉得非常的像帕拉梅拉的猎装啊，这个短屁股超有颜值啊。现在来说的话，配饰方面是没有解密的，这台车估计在后续先要解密技术。 Z9 GT 啊，人太多了，可以看一下，5米多的一个车长，打板用的是法拉利 FF， 价格估计卖个坦克百万级，卖个80多万差不多了啊。我们接下来换其他展台。